必须有一个人去死的话，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我。不是的，他不能死。说过一定要有人承担你的诅咒，那选我吧。我只是怎么了？是唐太进救了我。唐太进，唐太进，说过吗？ 是青石之玉，你个混蛋，你竟然吞了青石之玉，你会后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成宇，帮帮我，一定要把青石之玉取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 你想要救这个男人吗？这个试图占有青石之玉的男人，你是谁？炼化青石之玉的那个魔女。 你想要救这个男人，我必须救他，他不能死。可是青石之玉已选择了他，厄运很快就会降临到他身上，他会遭遇不幸，横死异乡。不，我会帮他把青石之玉弄出来，无论用什么方法。这办法倒是有一个。 可是这个男人值得，你好好看看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就是个怪物，谁靠近你都会是灾难。你看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你生来就不配拥有人类最寻常的情感。 他不值得你如此牺牲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去死的话，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你。不是的，他不能死。 说过一定要有人承担你的诅咒，那选我吧。只是在诅咒降临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完成。你可知如何毁掉邪骨？我知你所行之事，你或许可在荒渊中找到答案。只是眼下。 青石之玉的力量凝聚成了他的眼，你若要取回青石之玉，还要拿自己的一只眼睛来换。好，我换。 这世上，竟有人愿意替别人去死。唐太君，你不会死了，只有你活着，才能有更多的人活下来。